百都花了还留着干嘛？我这是什么这么贵啊？我妈多少钱？早饭6元，真够省的。这些卖掉应该够了。虽然心疼，但是马少鹏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再见了，我的飞机模型。马少鹏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渡过难关的。原来他是想卖掉模型帮助马少鹏，结果被我打碎了。老师，您渴了吧？谢谢啊。有事儿？老师是这样子的，新一届改装班他们的宿舍问题，能多出来一间房吗？这申请时间不是早过了吗？他申请了，不过这不还在排队吗？所以希望您额外帮帮忙。我这怎么额外帮忙啊？他早干嘛去了？吴老师，行，打住，我考虑考虑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啊，以后咖啡少放点糖，齁死了。好的，小的记住了。